凳子。嗯。我有件事情必须要告诉你，我快死了。安娜妈妈快不行了。什么快不行？乳腺癌晚期，大概就几个月吧。她是你妈妈呀。She is not my mom. Okay, she gave birth to me, and that's it. 我有个朋友，他们也很好的治疗癌症的方案。如果你资料崩了，我就会帮他愧疚。我现在已经过了不想死的那个过程，我现在是视死如归。我早就跟你诊断过了，你这个就典型的狂想症，真的，妄想症患者。确实这样。哎呀，你这是他妈的说太正确了。Alex, you make her real mom. Why aren't you happy? Shut up, I know what I'm doing. Mm-hmm. 我刚做了个梦，醒了。你为什么不信基督啊？我。快了！妈，小子，谁？哎，妈，妈，什么小子？你别打孩子，你疯了！你别，你我告诉你，你妈已经跟你道歉了，这是你亲妈，我告诉你。少说几句先。非得，你非得陪她，告诉你。先少说几句呀。你说，到时候咱俩谁先走啊？好长时间没想到死这事儿。嗯，我们为什么要死啊？